一手拿着蛇叉钳，一边用脚左一摆右一摆地逗弄着含有剧毒的眼镜蛇。看到这一幕的你，有没有被吓了一跳呢？昨晚柔佛州民防局特别邀请了州内各县分队的代表以及媒体一起请开斋，但在开斋之余，主办单位还安排了特别的节目，那就是抓蛇以及斗蛇表演。你看看这一只只蟒蛇可是有长约五尺哦。为了能够让来宾知道蛇的触感，主办单位更是拿出了小蟒蛇，让来宾们一边抚摸一边听民防局队员讲解有关蛇的习性以及一些小常识。